要杀你灭口，你是看到了什么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我好像还真看到了。我好像看到孟太师把一本账册交给了张元清收起来，然后他们才抱在了一起。那那本册子你看到张元清收到哪儿了吗？好像他放在了牌位下面的暗格里。犯罪证据藏在祠堂，还在祠堂里厮混，这两人是真不怕天打雷劈啊。我看见张元清打开牌位下的暗格，救了。孟辉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将司矿挖出的铁矿石卖给北漠，自动通敌卖国的奸佞，一日不除，国无宁日。陛下，张元清与孟太师勾结在一起，害死我爹，臣与他没有血海深仇。放心，朕定让他人头落地。来人啊！在，将孟辉立刻押入大牢，彻查私矿，以宣平侯命案。是。你此番立下大功，朕定要重重的赏你。臣不要赏赐，臣只求陛下能赦免柳将军他们一家。柳将军，柳将军镇守边关，屡立战功，朕确实不想治他的罪。也罢。朕就免去柳氏一家的罪，即日释放。谢陛下恩典。可是那孽子按照祖训当斩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你当初错取孽子乃是被谋利，朕会再次赐婚，让你取得真正的柳敬树。我的萧大世子啊，你怎么这么虚啊？啊！闭嘴！连一顿不吃都受不了，还笑话我？开门！大人，他可是重犯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免死金牌。皇上念柳将军为国征战多年，劳苦功高，特地派我来送免死金牌。传他口谕，放柳家回边关戴罪立功。你还不赶紧开门？是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别耽误了，快走。什么情况？等我回去再和你解释，快走。
你呢？放心吧，老大，我有祖传的免死金牌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老大，快跑！你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跑！我是柳家，快来抓我呀！大胆逆贼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干嘛？还不快跑！能活着，真好。江任远这个蠢货，竟然为了救魏红鹤劫法场，成了通缉犯。这下世子之位，肯定是我的了。恭喜相公如愿以偿，等你当上世子，我就是世子夫人了。你们孟家都败了，你还想做世子夫人呢？相公，你说笑呢吧？圣旨到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平侯世子萧任衍以孽子为妻，公然劫掠法场，罪无可恕。朕褫夺其世子之位，宣平侯府一门罪孽深重，并可废为庶人，钦此。接旨吧，萧二公子。等等，陛下废了萧任衍，不是应该立我为世子吗？为什么会把我贬为庶民？你娘勾结孟长明谋害宣平侯，你还想做世子？做梦去吧！不行，我要入宫面圣，当面自陈。什么玩意儿？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滚！我是薛平侯府世子，薛平侯府是我的啦！薛平侯府都已经没了，哪来的什么世子？你现在就是个酒鬼！酒鬼，酒鬼，都是你！
们星害了我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要不是你大伯害了我娘，我早当上世子了。你娘又是什么好东西，勾引我大伯的淫妇？敢说我娘，我掐死你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二爷，有人找你。小饼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不是人！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有人想见见你。用的什么毯这么熏眼睛？孟元师，你来了，明儿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有脸见我？如今大势已去，我只能指望你了。你算老几？你敢指望我？我是你爹啊。我成王败寇，明儿啊，你我现在沦落到这种田地，何不放手一搏？我问你，明儿，你是想做庶民，还是人上人？我宁愿死，也不做庶人。太好了，你听我说。贵妃即将临盆，小皇帝一定会出宫替她祈福。到时候，只要你找到北漠第一高手黑狼，咱们定能扭转乾坤。那黑狼现在人在何处？我来告诉你，黑狼就是你的妻子孟寒娇。萧明这个人渣，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娘子，还在生我气呢？娘子，萧明，你别碰我！你把我休了吧。娘子，别呀，相公知道错了，不应该打你。娘子。你把这个东西吃了，咱们就能翻身了。未来，别说侯府，就是整个京城，整个天下，都是我萧明说了算。吃啊，吃啊！你疯了吧？你给我过来！你脸不要了是吧？给我吃，吃！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吃！给我咽进去！咽！
不，我爹果然没有骗我。别杀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天天躲在密室里闷都闷死。静书姐，嗯，你今天贸然出来，会不会被人发现啊？没事啊，这都是萧刃眼的地方。都是萧刃眼的地方，这样啊？哟，这不是魏公子吗？怎么今天又无聊了？要不找两个小姑娘给你唱唱小曲儿解解闷儿？我不听。要不找个姑娘陪你喝一杯？ 我不喝。走开，他是我男人。你说是你男人就是你男人，怎么证明？逛窑子还带姑娘，哼！秋书姐，刚刚那是我的初吻。没关系啊，也是我的初吻。可是初吻应该给喜欢的人啊。我亲的就是我喜欢的人。你喜欢我？嗯。为什么？从前我是柳将军府的小姐，京城第一千金，人人都在巴结我。但自从我落难以后，黑纱遮面，没有了身份，也没有了美貌。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向我施以援手的人，所以我喜欢你。你呢？你喜欢我吗？嗯，喜欢。真的？嗯。我喜欢你落难时的坚强不屈，喜欢你大胆出格的作风，喜欢你重视人命，胜过礼教成规。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知音。可惜你被圣上赐婚，是萧世子的夫人。谁说的？跟我来。萧刃吉时快到了，你姐姐还等着咱们去观礼呢。等姐姐成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塞外过逍遥快活的日子了，再也不用这样东躲西藏了。正好我也想领略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，这次终于可以如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塞外不仅美景好看，美食还好吃呢。今天太阳不错啊。是。可是，怎么了？他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异象。北漠，黑狼。黑狼？嗯，黑狼是北漠第一高手。一直在可汗帐下效力，我曾经跟他交过手，他身上会有一股北漠古虫的异象。家宝，
我真不知道在哪儿，但是我知道海内有一高手就在城内，叫做黑狼。此人一出，身上伴有异香。可他一直在可汗帐前效力，为何会突然来到京城？我不知道，我去看看，你去找魏公子。小心。天地为媒，日月可见。我柳静书今日与魏鸿鹤结为夫妻，海枯石烂，此情不渝。魏世子，柳小姐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哎，我老大呢？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黑狼，柳家先去盯着了。黑狼？你没认错吧？黑狼是谁啊？黑狼是北漠第一高手，只为可汗卖命，他进入京城绝对居心不良。魏世子，近日你可知道圣上的动向？糟了，前阵子我弟说过，宫里的吴贵妃即将临盆，圣上准备在15日前往大相国寺祈福，黑狼难道是冲着圣上来的？吴贵妃临盆，黑狼怎么会知道消息啊？恐怕是有人要居心不良。今日就是15，圣上出宫祈福的日子。相公，我武力不佳，你跟萧世子前去救驾要紧。我知道前往去大相国寺的必经之路，跟我走。出行就带这么些人，老奴实在是担心陛下的安危呀。国防，此行无人之下，大张旗鼓的反而引人耳目。马车怎么停了？陛下小心。戏接上回，柳氏姐妹历尽千辛万苦，舍小家为大家，才保住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燕离国百姓的安宁的生活。他们不再需要因为双生子的身份而遮遮掩掩，而是都能够光明正大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而黑狼，也就是孟寒娇，在柳家和萧世子的感化下也幡然醒悟，并会为此一直努力下去，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，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好，朕下旨通缉你们，你们竟以德报怨前来救朕，真是让朕惭愧啊。陛下言重了，守护陛下的平安是卑职的职责。陛下请受卑职一跪。卑职有一心愿，请陛下成全。你救驾有功，有何心愿直说吧。卑职与刘府柳静书真心相爱，柳静书和萧世子已经和离，想请陛下恩准。朕准了，谢陛下。